盘点九零后当老师现状。如果这道题我都做错了，那么今天没有题。我一个语文老师已经给你们上了半个月的地理课了，我很疲惫的。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我不管，赶紧把地理老师给哄回来啊！嗯、王涛，你看什么呢？笑这么开心？老师，王涛上课天天在休息、啊。王涛，我上次说完你还不够改是吧？嗯，怎么现在可以看懂了？那可不，我可是把地理研究透透了。你以为把地理研究透了你就看懂了？来，我问你，太上老君那个八卦炉这么厉害，怎么没有把孙悟空给炼化？不知道了，有人知道吗？太上老君炼丹炉烧什么的？烧煤了，煤的最高温度能达到多少？1200摄氏度啊！我就问你，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主要成分是什么？嗯，二氧化硅吧。二氧化硅的熔点是多少？1600摄氏度。这我就问你，这1200能把这1600给烧化掉吗？哎，老师，你孙悟空没被烧化怎么反而变成火焰金睛了呢？问你，我就慌吧，你一天得给我睡着上课吧啊。这二氧化硅搁这八卦炉这么高温情况下会产生什么反应？玻璃化呀，那玩意一翻我什么表情不给你照的板板正正的啊？你站在面前还得给你照个主出来。那为啥当时对他爆了呀？还为什么爆？来，方法你告诉他来。肯定是孙悟空一脚给踢爆。踢爆了。孙悟空的组成成分除了二氧化硅还是什么？还有碳酸钙呢。碳酸它遇到高温会分解成什么？氧化钙和二氧化碳呀。大量的二氧化碳搁炉内积压，炉内爆才怪。老师还是你厉害，别带我们弟弟了，教我们化学吧。教我们化学，天天啥不学好啊？西游记你都看都看不懂，赶紧把你们弟弟老师给我请回来啊！楼上。报告，报告，报告，报告。我那会儿在盘体老师，不是在上班呢。不行，这节课上生物。不上生物。抬走。走吧。走走走。我不上生物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不上生物。我不上生物。不上。不上。不上。我不上生物。走吧，走走走。课间让老师学金川俚语。好，来，我背。我是一名语文老师，上课不能发火，更不能动手，凶一句心肌梗塞，训一句甲状腺结节，还有微笑，用快乐，用爱感化他们。他们不乖，他们学不会啊，一定是我的原因啊，是我业务不行啊，是我方法单一啊，是我课没有备好啊，不是他们的问题，不是他们的问题，不是他们的问题。我要面对的是一群天使，一群天使，一群天使。黎明就在眼前。来，睡着的小朋友举个手，我看一下。哇，这么多小朋友都睡着了。来上课啊，嘿，睡睡。家人们，来上课啊，下课作业先点名啊。小爱同学，滚！你别笑。小布，小布。你咋矫情？江火娃，耶！江火娃，耶！什么耶啊？你的耶什么呀？我说的字念耶，江火耶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耶！
首先用特制糖果把神兽唤醒。啊，真香啊！谁这么会玩事？哎呦我的妈！当我想要去走一走，山外海东山比山高，盘山腰，一生情里有黄树梢，人外海有人忘不掉，你害怕。不好了，语文老师，咋了？我们的数学老师把我们的体育课占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一加一，一小七就在一节体育。走，看看去。哎呀！你们俩为啥吵架？我说我表姐好看，他就跟我吵。那表姐好看碍你啥事啊？他说表姐比你好看。哦，因为我呀。啊，你表姐好看还是我好看？我表姐好看。你再说一遍。你好看。